颜色好漂亮，紫紫的，喷到脸上了。什么？小鸡炖蘑菇，猫肉。这是火腿，另外一个爆浆的是吗？爆浆鸡排。这边做的应该会更好吃一点，因为这个毕竟过了这么长时间。它分成两个包装，很贴心，这样子就慢慢一个一个吃。其实我们两个点一份可能也就够了。不不，好，我们吃吧。深圳火车站，我们现在坐火车去深圳了。第一候车室就在那儿，还算比较快、这边还要干嘛？这边要身份验证，现在都是实名制的了。来了，后车我们要找人工。我们持护照居然可以刷过，第一次从护照刷过来，可以，它可以识别人脸，因为可能在入关的时候信息都进去了，也方这样就方便多了，不然以前一直要找人工，不知道其他城市是不是也这样了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看一看吧，最好是可以，就是持护照的可以自动买票就好了。我们现在买票还得去人工处，或者网上购票也得去人工那里去取票。多少还是有一点不方便。学号，这个是动车，不是高铁，是属于比较慢的那一种类型。哦，这八车厢啊，然后要走，走死了。我们是二车厢，还要往前狂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不是我们的车厢，二车厢。趁着整个多小时的列车稍微学习一下，回去就要考试了。你打算干嘛？来看什么？出来 也不忘记看这个橄榄球。一个很大的商场，酒坊，还有好多，还有吃的，有电影，有很各种各样的吃的，好大很大，这全是他的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走不完。嗯，随便往前走走。看到了一个停车的东西，对，它是帮你，它是怎么搞的？立体的。他们在拍照。很高级。他说有美食节这里，但我们刚才没找着，我们再进去看一下。这会叫吗？这个？哎，你让我弹一个音频。你看第四季酒坊美食节，然后他不告诉你在哪里。优衣库，优衣库，看看。但它有其他颜色，有这个颜色，嗯，但带不走，看多少钱？799，等于是100块多一点，有点贵，100美金多一点。这美国好像卖128。美食节是在下面，是不是在下面？是在下面。闻到味道了，小摊小贩，然后这里吃的是吃的。这什么水产？八号水产南湖西路。泰鱼我们吃过了，寿司直接买的，国民日料，那边还有呢，元气寿司，还有鸡蛋仔，鸡蛋仔，锅盔那个锅盔，又走进一个，看到了什么 ？Adidas Neo， 没听到过什么东西，又进了一个帽里头，它每个帽都好近好近，隔的。哦，这个颜色好漂亮，紫紫的。启蒙教育，给婴儿的教育。有些小朋友哭得很厉害，他不想学。然后这里就来了凤凰机器人，
这也是给小孩子教育，创新的教育，凤凰机器人。这半边好像都是教育，这边又是培训的。对，这边全是吃的了，别的。下面全是教育，教育完小孩上来吃东西。走，搂搂。还上工。继续看有什么好吃的，招人辣。自助烤肉、水晶火锅，59.69一位。无限量酒水、饮料、水果、雪糕、寿司全包。这什么东西？外卖出口餐。现在谁在走？欢迎你哦。有什么好吃的？小棒为您找到39的店铺，希望您喜欢哦。他送了两碗小米粥，跑到深圳来吃东北菜。其实我们在广州没有吃白饭，我今天一天肚子并不是很饿。这小米粥你看，白饭吃饱，来尝一尝小米粥。嗯，我喜欢吃甜的，这不甜，就放两块糖就好了。但是好像有点开胃哦。开胃就好，能开你的胃是好事，我们需要它开胃。对，我今天不是很饿。等会儿肉上来，看你怎么讲。现在猪肉贵啊，2块骨头，就是2块酱骨，20块钱。这种区别，这大一点。拔下一块肉。好，谢谢。很香很香，然后味道很十足，很。然后那个肉很有咬劲，很弹牙，特别香。然后味道对我来说稍微重了一点点，但可能你会觉得还可以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莴笋丝这看着比较清凉，肉这个价格破包。对，几乎没有肉，而且没有骨髓，跟猪肉那么夸张吗？对啊。隐隐的吃出了绝味鸭脖的味道。嗯，小鸡炖蘑菇包肉。刚才酱大骨并没有很正宗，我们来尝尝看它其他的东北菜吧。我们点的可全是东北菜哦，喷到脸上了。这个量还可以，看上去。但对，这盘贵，这盘可以，这盘贵是吗？多少钱？86。看起来就是好酥啊，看起来挺漂亮。这不应该蘸番茄酱的吗？闻起来有点冲击，什么都冲，酥脆，甜甜的，挺好吃。但是我不知道真正的锅包肉是不是小行业，锅包肉是应该是甜的哈，甜的对。但是好像东北的锅包肉外面有一层果汁什么的哈。我也感觉好像是这样子，不同的做派吧。好吃，嗯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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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肉里有汁。它其实没有在排行榜上。对，但是东北菜来讲嘛，小鸡炖蘑菇也是其中经典之一。你为什么不讲话？整体来讲，好像我觉得缺点那种香味。其实我刚刚吃了这个菇，这菇倒是很香，但是鸡肉来说，好像缺一点香。OK， 超级好吃。米饭好吃吗？嗯，尝一口。维克说米饭特别香。嗯，而且它这个碗是像食碗一样，很胖。嗯，它米饭很香，特别香。就好像在美国没有吃到的香味，真的不一样的感觉。我想讲刚才这个小鸡炖蘑菇，它有一种那种铁锅的锅香，像锅的味道进去了。它的饭特别胖，嗯哼，每一粒米都很胖。我快被它的米给惊艳到了，它更加香。这还不错，就它切的有些大块，味道还是有。是有的。精华，你看。